奇迹啊！你居然会找我喝酒，不过你知不知道，我是刚刚下飞机，刚刚回到家里，刚刚睡着就被你给吵醒了。哎，嘿呦，最近酒量见长吗？敢挑战我？来，哎，我这刚一回来就听到一个大八卦，听说我们的何大律师有女朋友了。 检察院那老周，他简直就是个大喇叭，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，他就把这消息传遍了整个法律圈。从此，你这个黄金单身汉，就变成了有主的人啊！今后啊，我会越发的值钱啊！哎，给我讲讲。 继续装矜持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前两天啊看到我们的赵小师妹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又在一起了？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我帮你叫老袁出来陪你，但酒叫上，你慢慢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把我骗出来，你走了？ 郑医生，我到家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啊，行，那赵小姐今天过得非常开心，希望……哎，那我先走了，好吧？谢谢。行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你上去吧，再见啊。 最后一点滴滴答答，消失的时间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。这深陷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我还是输了。整个那么多年，我还是输给了你。 沿海岸线终结。